3500万人次。现在呢，这股热潮也带动了周边景点像雨后春笋般出现，像是最近才开发出的一线天景区，它陡峭的地形让游客光是用看的就两腿发软，被称为是鹿版的大峡谷。另外呢，还有实景秀的表演就在天门山祭台，在将近10000平方公尺的舞台上，结合了天然山水以及超炫的效果，让游客大开眼界。我们来看关心于方长义来自湖南张家界的报道。仙境的张家界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，电影《阿凡达》效应持续发烧，不管是被雾气环绕的神秘感，还是在阳光照射下发出闪闪光芒的山峰，像是著名的三姐妹峰、五指峰，还有采药老人，多变的山形让人叹为观止，流连忘返。光是去年就吸引了3500万的观光人潮，当中不乏台湾人。你看，哇，这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地方？所以当时那个来自台湾的张府人，10多年前就见识到张家界的美。当时他不假思索，大胆投资了黄石寨索道，靠着自己的慧眼巩固了庞大商机。当时那个张家界整个全年的旅游人数，大概不到20万人一年哈，但是随着基础建设啦、旅游的服务设施建设啦，现在的旅游人士每年超过350万。你有没有这个东西啊？庞大人潮也带动周边景点，像是近几年才开发的大峡谷，迅速成为观光客的最爱。这个叫一线天的地方，你看从最上面直接往下看就可以看到峡谷，真的非常的惊人。而且这边的倾斜度呢高达了70度，所以游客在走的时候一定都要扶着栏杆才不会腿软。光是一线天这个景区，阶梯就多达1600多个，超陡坡度感觉惧高症随时要发作，恐怖度不输黄山、华山，甚至直接被称为鹿版的大峡谷。这边更陡一点吧，就坡比较多一点，比较险一点。对，所以看到时候会腿软。会，就是下来的时候腿会有点软。今天来到这里，感觉这个山真的很险要，很就是有一种很奇。好爽哦！为了提升刺激感，业者新建滑道，让民众可以从山顶滑到半山腰。但观光客太多的后果就是大塞车。你看他们不动，我怎么动？有点耐心了。滑到一半还要停下来等，兴致大减。但小孩子还是玩得不亦乐乎。我不爱吧？觉得很兴奋？我觉得很好玩。很想在玩的嘞。嗯。完全不同的感觉，超大型山水实景秀就在天门山峡谷中上演，震撼全场。不但有500多演员舞者同台演出，将近10000平方公尺的剧场，融合天然的山景、森林和流水，以及炫目的舞台效果，再加上由曾是奥斯卡得主的音乐大师谭盾一手打造的配乐，衬托出狐仙爱上凡夫、磅礴又凄美的爱情故事。那个所有的那个灯光啊、动画什么都非常好，对啊，它有结合那个 3D 的那个投影的技术，然后把它从后面这样捞出来的。
种张艺谋的那个大型的舞台剧。好，我知道你对印象什么。嗯，大概舞台的移动吧，对，还有那个水流的移动这样子，对。是觉得他做的很真吗？很真，对，很震撼。观止，但这样重量级演出当然造价不菲，总共斥资了1.2亿人民币，将近5.8亿台币，票价也不便宜，平均一张要238块人民币，超过1000块台币。但成绩显示在进场人数上，也让人看见大陆惊人的消费力。中视记者关心于方闯义湖南张家界采访报道。说起现在最时髦的甜点，当然就是马卡龙了，而享有举世。